泽辅助他妈的一个 Q A 我就这么点血了，但是打后续残战是比较好的。他妈什么鬼伤害呀、啊！他妈一个 Q A 我血直接见底啊！我没开了也没关系，我们人全在后面。 所以我感觉很有问题，知道吧？他空 Q 了。妈，这个许诺带的挺好。其实到后面已经无所谓了，因为后面都是，到后面装备都差不了多少了。 可以，我要是没空大怎么办？来，你别走。 我要是没空大怎么办？一点眼睛不长，我跟你讲，你是一点眼睛不长，你别走。这个人他妈怎么走这么前面？你是一点眼睛不长，我操！他妈磕了个饼干没磕起来，我操！ 这种情况，R5个还是有用的，R5个还是有用的。哪个反应他打了枪？我不敢 A 啊，他妈那下我也砍塔了，已经很难打了。那种团战的话，你就是他妈本身就是先手有问题，我们对我们的团战该……但你要说我没 R 中，那我不认得。 你个狗东西，别走啊！可以。好好好 ，Q 团。就你他妈觉得主播啊，为什么没R中啊？ 这把确实这个瑞尔没打好啊，我也没说喷他什么的。直接上，直接上，直接上，直接上。这也上，这也上。这样指望他开一个好团战的，但是他除了……但是也无所谓的，一把游戏而已。下一次他妈好装啊，他妈站到塔前。OK， 男人在东。 有什么说法？民族很厉害。
民族除了自己自身脆以外，我操，他们又把灯抢了，又很契合装备。他给我定住了，不然我过去了是吧？酒桶或者挖掘机的。但是民族很怕什么？很怕那种就比如说泰坦德莱文、黑色德莱文、机器人德莱文。但是这种消耗的，我觉得民族现在是 T 零。我操，这么高伤害。我感觉玩的还确实，就这种组合，我不把对面压烂。硬斧是由硬斧来掌握局势的，软斧。老子他妈下路没打出优势直接喷，好吧。他好跳，他有进化的。下来，他一上来老子就开始疾跑，又开始又在打。别点了，别点了！我操他妈的信号点了。可以。南墙他在干嘛的？南墙，红牌，这难。好好好。蓝牌，我操！
这救不了了，这就毙了。哦，我操，这都给他跑了。快走啊，还他妈在这里丢。他还想过来，我还想 K 个头。我这里放到我往里面去。我要毙了，他妈钱太多了。我操，他们这么装。这应该能追。我操！妈的，直接顶了！我操！